想这样的歌声呢、啊，在我们父神的耳中是何等的甘美。同时，撒旦听了真是要发抖啊！因为我们在这属灵的征战上，我们一定要能够认识敌我的意思。是仇敌还是我们这一边呢？我们一定搞得对了。如果搞错了，随便开枪啊，那就不得了了，啊！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大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撒旦的，这一个声音呢？到底什么是神的声音呢？这一个，我们态度是对，但是在事情上啊，不是很简单的，是不是说坏事都是撒旦的，攻击呢？好事都是神的这个带领呢？不是了，有很多讲究。同样的生病也有是撒旦攻击，也有神的管教，神的试炼。这个，所以呀、就在这里呀、我们需要主在这里。第一，态度是对的。对。然后我们在事情上逐渐来操练。对。这个撒旦的，这个好像都是外面的这种的攻击，其实你要辨别啊，一定要从灵里面能够认识的，从灵里有感觉的，那就是神的；从肉体而来的感觉，那个就是撒旦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来学习。一个弟兄姊妹，如果灵里不是很敏锐、很释放、很有力量，他就很容易会搞错，啊，就很容易搞错。那么在这样的事上，态度是要求对的，但是事情上呢，有一些的讲究。那我们知道这个诗歌是和瑟温教士在那里做的，他真是在这一件事上有很美好的经历。等一下我们读这个诗歌简介里面说到这个和瑟温教士怎样来在这件事上学功课，也带领这个尼托森弟兄学功课，我们会觉得哎呀真是非常的宝贝。所以一面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有外面的这样各种的聚会，各样的追求，但是里面灵里面一定要敏锐，在宇宙里真有撒旦，也真有神，我们要真是神的儿女，神实在叫我们要和他一起从事这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个我们感谢主啊。那这一个诗歌里面呢，它的意思在这里第一节我们就能够很了解了，第二节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啊。那我对撒旦说，我对父神就说，是这一个是我永远的态度啊。求神施恩加保护，态度是我们在负责的，但是啊，能不能来对撒旦说不，对神说是，这个需要神来保护我们。那么，但是不然，当我施行圣服的时候，它重点在我们的征战里面，还是重在圣服神，当我们施行圣服的时候，撒旦就要拦去路，他不让我们能够走通神的这条路啊。所以当我正在听你的吩咐，主耶稣啊，求你看顾这一个弟兄，这一个姊妹，他在这样的征战里，他知道凭他自己是站不住的，我们需要主来看顾啊，需要这个主来施恩，来这个给我们在这里能够听他的吩咐。那么第三节他说，我愿意完全绝对顺服，不论遭受何如何苦啊。在这属灵征战常常需要受苦，有的时候受苦啊。那么这样呢，他说当我与主同前时候，感谢主，当主在这里
命令我们这样往前的时候，他就和我们一同来往前，一同来的。那么他这一同的往前，他也就是肯啊拯救保守我们啊，无论什么危险引诱，不会使我一回头。这个诗歌真是很雄壮啊，很雄壮。我们再唱那个《默了一遍》。我对山海总是说不，我对不是就说是，他叫我就算要付出，天的成功不少足，但我这样的祝福里，这就是给我坚定，是我还有那里生命，成功中有你
的时候最好不要唱诗在分组里头影响到别的组，还有连那个读的时候，如果你隔壁很近的地方有分组，也不要太大声，结果彼此影响，那个自己一组听得见就可以了。感谢主，现在我们赶快先分组哈。